再讲。
任安来先生，奉了都督之命，请先生回去。回去，上出宁夏都督，就是上人将高宗之妻大宝臣罪，将都督耗费火草两金，容上人暂回下阁，后会有期。奉了都督之命，请先生回去，让军机要。我两位家都督不能容我比来加害与我作揖吗？叫苏州将军前来接我回去。二位将军，请回去吧。我不回去，我等吴王呢。
什么？葫芦口？这啊啊！难道是那赵云是不想出来的吗？
看看台要什么所在的是的看看上面打的是芙蓉旗号什么高大的官司旗号哎呀官司旗号想必是个人均衡大不了狭路相逢放牛大不成也是有病